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分贝再出逃，我是我们的主持人帅哥，我是副主持人张远。接下来是大家一起吹冷风的时候，那两小孩坐下。那我就献上一首《为你我受冷风吹》，寂寞时候流眼泪。唱得非常好，让我们掌声鼓励一下。值得一个分贝吧？没有这么容易。啊！不唱了，不唱，不说了。那咱们接下来啊，就给大家表演一段小品。那就由我和张远老师一起表演。咱们演什么小品呢？直接说相声得了。哎，您看那位，哎，那就是苏大爷。哎，你苏大爷在慢慢的品着什么？我吃个桌上烤的羊肉串。苏大爷，这羊肉串好吃吗？好吃极了，太好吃了，是不是？你看看，哎，我也抢一串，尝一尝。来，评价一下你烤的肉串。无语了都，是不是？话都不想说，话都不想说了。来，于根银小朋友，您现在要做的这什么菜呀？白灼虾。哎，白灼虾，你看看，白灼但有滋有味的，是不是？广东特色。来，待会儿给他起个名儿吧。好的，就叫白杀了您那。是不是？对，非常好。你别让我一个人说单口相声，你也来点啊，斯外哥同学。我们都说相声，这不值得一个分贝吗，导演？